咁我嘅創作媒介主要係以素膠彩、水彩同埋素描為主嘅，大部分嘅作品都係平面作品。咁我嘅畫法咧，都係以一個傳統西方繪畫嘅方法，再加入咗一啲當代嘅抽象元素，亦都係想俾觀眾咧可以進入到呢一個比較虛幻同埋現實嘅景觀入面遊走。我會透過每一次畫一啲風景畫啦，入面都會有一啲被遺忘啊、被荒廢嘅一啲嘅建築物。咁其實佢都已經係代表緊時間嘅過去。咁我呢個作品咧係嚟自於我嘅個人展覽啦，《時間在說話》。而呢個展覽今次嘅贊助係嚟自高美慶教授藝術發展基金支持嘅。咁我身後呢兩個作品，佢主要就係想紀念我同我公公嘅回憶，亦都係想透過呢個作品啦，去想話俾每一個人聽，要珍惜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我呢兩個作品來源咧，就係我公公離開咗之後咧，佢有一啲嘅物件啦，咁我就係一本相簿，咁我就喺裡面咧見到原來公公細個嘅時候幫我哋影咗好多相，咁我就揀咗兩張特別嘅相咧，就係我同我公公嘅合照啦，同埋我同我細佬同表弟一齊玩嘅一個時間，咁我就將呢兩張相就揀咗出嚟做我創作嘅元素。你見到我點解畫入邊係冇人嘅？咁就係因為我想表達嗰種疏離感啦，同埋只係想著重喺一個空間裡面俾觀眾可以代入我的角色或者他們的角色去親身去感受畫裡面的內容。咁你見到呢幅畫，佢特別啲係有一啲流落嚟嘅效果啊！呢個技法咧，咁我都想去表達係好似講緊一個時間嘅一個消逝，一個回憶嘅消逝咁樣。